今儿天儿真热，你看来银行的人都少了。嗯，趁没人，咱看看今天的报纸。环球时报，哎，感觉你也是个爱国者呀。爱国者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没听说吗？当下十大爱国是订环球时报、信新闻联播、等林修宇看春晚、找李咏签字、听党领导、恭送毛于轼、唱红歌、上百度、捐红十字。那你对啊、哦，不过我平时也不看环球时报了，只是今天路过望京那些外企门口，有个卖报纸的喊。受了一天洋鬼子气，买份《环球时报》吧，现在挺有趣的，我就买了一份。看来这卖报纸的还挺懂心理学的哈。我告诉你啊，这《环球时报》啊，就是给那帮愤青出气使的。大爷、啊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别吵了，别碰，快把钱放下来。来，钱是国家的，小面才是你们自己的。不用说了，我都看到了。一共被抢多少钱呢？我这儿有100万吧。我这儿也有100万。200万。哎，这被抢的数字你们俩都要保密啊，对谁都不许说，知道吗？由我来向上级和警方报案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。啊。为了表彰你们制度劫匪的英勇表现，行情决定奖励你们每人5万元。啊，谢谢行长，谢谢行长。啊，是啊，非常惊险啊，被抢走了整整2000万，哎，损失非常惨重啊。哎，要不是两个职员英勇智慧，这损失会更大。啊，是。啊，是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强保安。啊，是，好好，再见。2000万，终于把我挪用的800万给补上了，还能剩下个1000万。要是劫匪每个月都来抢一回，那可就好了。大哥，啊，这次钱可不少啊，咱数数吧。数数？就你还读硕士的呢，脑袋都读傻了？这么多钱，能数得完吗？我这硕士的脑袋不管用。那你那小学的脑袋？有啥高招啊？打个电视，看个新闻，不就知道了？对呀。哎，我说我这硕士毕业怎么找不到工作呢？看来这年头，工作经验比学历重要。学着点。今天下午，东城区一家建设银行分行被两个蒙面歹徒闯进，劫走现金2000万元。该分行行长表示：“什么？2000万？这最多也就200万。现在这新闻联播水分也太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别的新闻不能信，这条新闻啊，你得信。”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明明没抢那么多。哦，你是说，咱们都让这分行的行长给耍了。
咱哥俩拼了老命才抢了200万，这行长嘴唇一动，弄了1800万。这年头，抢劫不如当官啊！